叮叮叮叮，切，墨尔本电车啫，有咩特别喎？嗱嗱嗱，呢架特别啦，古老过平时嗰啲好多噶。咦，爸爸上车啦！哇，架车咁古典嘅，唔似电车嘅。爸爸而家咧上咗呢架车咧，就唔系搭电车去边喎，原来系喺电车度食饭。呢架系一架餐厅电车嚟嘅。呢架餐厅电车系 W Class 深红色电车。1927年生产，比英女王2011年由墨尔本坐嘅 Z Class 要古老好多，车厢好靓，不过大肥佬坐就窄窄地咁啦。爸爸就唔同咧，爸爸咁 fit， 可以影相，仲可以同人碰杯添。Cheers！ 侍应就真系一身好武功啦，斟酒得，落单亦得。喺电车食晚餐系咩感觉呢？摇摇鸭鸭咁咯，不过可以一边饮香槟，一边睇住墨尔本夜晚嘅街景，都几浪漫噶。搽块面包食先，味道 OK 啦。想煮菜啦，哇，大哥小心啊！煎鸡扒焗薯拍得住金凤、啊，爸爸食得几滋味，牛扒都唔错、啊，隔篱台食得几开心。甜品奶冻最正，你睇下几蛋？咦，咩事咁嘈啊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dear Phil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讲真，呢度过生日都几浪漫噶。